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参加暑期故宫知识课堂活动。我是晨曦，来自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这次的知识课堂，我们从8月2日到8月7日，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啊故宫中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下一期，也就是8月7日，明天，我们将邀请一位特殊的嘉宾，带大家了解故宫里的古文字。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了解了紫禁城的彩画，对彩画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紫禁城的十子路。那么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来一同制作精美的十子路。我们看这些十子路的内容呢很丰富，图中呢我们看到的有两头狮子，它们面对面站立，脚下呢还踩了一个绣球。这个图叫什么名字呢？叫做狮子滚绣球。那么狮子啊是百兽之王，象征着威严雄武。那它不仅有这样的象征，它还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有驱邪的象征。那狮子就有一种啊驱除不好的事儿，好事马上到临的这种美好的寓意。民间呢还有一句俗语叫什么？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我们再看这幅图，图中咱们看到了什么呀？有一件器物，这件器物是什么？是一把宝剑。那这把宝剑是谁的宝剑呢？它是八仙中吕洞宾的法器。那么这样的图呢，就有暗喻啊八仙人物的这样的一种象征，也俗称仙。接下来我们看的这幅图啊，内容很丰富，也比较考察各位观众的眼力了。他们有动物，还有植物。这幅图里面，我们看动物都在哪儿呢？我们看这个红框里面，我们仔细看，我们看到了有几个动物啊？有两个动物，两只仙鹤。有一个头呢是立起来的，还有一个头啊是低下去的。再找找哪还有动物呢？我们看这个红框里，这里面啊有一头梅花鹿。那在两组动物中间呢，就是花卉植物。那这样的动物和植物的组合有什么样的寓意？它叫什么名字呢？叫做鹿鹤同春，也叫做六合同春。鹿鹤呀跟六合是谐音，六合啊指的是天地四方，寓着天下的意思。春是图中的哪个代表呢？就是这个花卉的植物，代表的是春天。那六合同春的寓意呢，就是代表着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的这样的吉祥寓意。那我们再欣赏一幅图，这个图片啊也很丰富，天空中啊飞翔的很多只鸟，下面呢还有一段树枝。那我们通过鸟的外形呢，可以辨认出来这是什么鸟啊？是喜鹊。那这个下面的树枝上的花呢，通过它的这个花瓣的形状呢，也可以看出这是梅花树。那么空中呢有两只展翅的喜鹊，仿佛呢正要落在这个树枝上。这幅画呢就叫做喜上眉梢啊，也是寓意着美好的。那么这些石子画呢如同这个足下的画卷一般出现在紫禁城之中啊，犹如一道有风景的路。那么除了这些风景以外，这条路上还有哪些风景呢？还有一些呀、与文字相关的，与戏曲人物相关的这些画面，它们不仅呢有各自的吉祥寓意，而且呢还关联着一些周边的建筑功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十子路。那十子路呢是在古代园林当中呢经常就是地面铺设的常用的方法。早在商周时期的时候，园林呢就初步有了它的一个雏形。那么什么叫做铺地呢？期的时候，园林呢就初步有了它的一个雏形。那么什么叫做铺地呢？铺地呢就是将人们经常行走的路面呢进行铺设装饰。
那铺地选用的材质呢，都有哪些呢？有我们图片中刚才看到的，有石子路，有石子、鹅卵石，啊，还有砖瓦，还有碎石。他们选用一种或者是多种材质呢，拼出组合成各种的图案，增加地面的装饰性。那么在古代的时候，铺地是什么样子的呢？根据出土这个报告的显示啊，在今天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公社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铺地砖，是我国现在最早的铺地。这个砖的尺寸呀，大约有50厘米见方。那在西周时期的时候呢，我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砖瓦烧制技术。在过去的时候啊，建筑呢大多都是土，对于砖呢并没有使用在建筑之中。但是呢，砖呢它有良好的渗水性和防潮性，所以呢把它呢大多都用在铺地啊，就铺设地面或教穴或者墓室之中。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啊，对于皇家园林的概念呢随之产生。那个时候呢，对于皇家园林呢都怎么称呼它呢？叫做院、宫院和御院。那么在通过查阅一些考古资料显示呢，最早的关于皇家园林的记录呢，就出自于秦代。那我们通过考古报告呢，可以看出，在秦都啊，当时呢大兴修建了这个咸阳宫，还有上宁苑等一些原有。那在这里面呢，出土了大量的铺地砖。那出土的位置呢，大多呢都是教穴、回廊以及台阶上。那出土的砖呢，大多分为两种，一种呢叫空心，一种呢叫做铺地砖。那空心砖呢，多以这种龙纹啊、凤纹进行装饰，把它铺在哪儿啊？铺在台阶上。那铺地砖的样式呢也很多，有这种素面砖，就是平面的，没有任何图案的，还有呢这种太阳纹装饰的。那它铺设在哪儿呢？要用于一些教穴呀、回廊，就是走廊的这些位置。那与此同时呢，在一些回廊的外沿处的散水位置呢，还出现了砖以外的铺地材质。我们看这张示意图，这是一张这是当时呢发现了方砖镶边内嵌鹅卵石的散水，啊，也这样的一个铺设的工艺。方砖在哪儿呢？方砖就是我们圈黄红框的这个位置，是用方砖进行镶边，然后内部的啊两个砖中间的这个区域呢是用来嵌鹅卵石。这个呢也是发现了啊砖以外啊等于与卵石搭配的这种铺底工艺。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散水，那什么是散水呢？散水呢是在建筑外啊铺设于建筑这个墙体外啊，铺设在地面。那它用于什么呢？用于在雨季的时候给这个地面排除雨水，有保护墙基的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在汉代长安城贵宫二号建筑遗址这个报告中呢，啊，发现了在回廊等一些外沿处呢，发现了这种鹅卵石铺砌的这种散水。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啊，就是散水的位置，是用鹅卵石铺设的。那么在过去的古代建筑中呢，对于散水的材质呢，大多呢都选用的是鹅卵石，因为呢它比较好采取，方便使用，所以用鹅卵石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在同一时期呢，发现了鹅卵石以外的材质。我们看这幅图，啊，这一长条的这一趟铺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铺设的是瓦片。也就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的那个区域，就是瓦片制作的。它将瓦片进行侧砌。什么叫侧砌呢？就是把这个瓦片立起来铺设，这样的话增加了这个地面的这种渗水性。我们再反之看旁边的鹅卵石的散水铺地，这个鹅卵石也是立起来铺设的，而不是平铺，也是为了增加这个地面的散水功能。在广州，也就是汉代广州南越王宫殿园林遗址中呢，啊，发现了新的铺地材质，那就是用碎石铺地。在园林中呢，用碎石铺设这样的路面，也是对于铺地的材质的是一种创新。
到了唐代，在成都东华门遗址中呢，发掘出了唐宋时期摩诃石花园的遗址。我们在这个水池旁边呢，发掘出了两条夫妻的石子路面。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它的位置呢是相对平行的。但是呢，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图片，这个两条石子路呢，并没有在一个地层面上，有一条石子路深一些，有一条石子路呢层近一些。那它们都分别是哪个时代的呢？根据专家考证，地层深一些的，它的年代就久一点，它是唐代的鹅卵石路。那么另外一条呢，浅一些的呢，年代就近一点，它是北宋时期的鹅卵石路。我们可以看到两条路呢，它的图案呢现在保留的依然很清晰，是这种圆形花朵的图案，而且呢两条路面的图案呢都是一样的。由此呢可见，早在我国唐代的时候，用鹅子石，也就鹅卵石铺地呢，不仅仅呢有单纯的这种使用功能，而增加了一些装饰性，增添了足下的风采。到了晚清时期，造园大师纪成啊，他呢将古代园林的建造的手法和原理进行了梳理啊，编著了《园野》一书。他这本书啊制成之后呢，成为了中国第一本啊关于园林建造原理的这样的一个本著作。那此书呢，全书呢共分为三卷，在第三卷的卷三的这个篇节当中呢，专门呢来有内容形容这个铺地。它根据材质的不同呢啊，分为了乱石路、鹅子地、冰裂地和朱砖地。我们来逐一的了解一下。那么跟刚才说的，跟它的是根据材质的不同，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鹅子地。鹅子地呢，就是用鹅卵石进行铺砌的。鹅卵石的特点呢，是它很光滑，它是圆润的，颜色呢也很丰富，可以组合拼砌出各种好看的图案。但是呢，它有一定的缺点，它牢固性不是很好，因为它是表面是光滑的、圆润的，不是平面的，所以呢，连接起来呢，容易形成脱落。那呢，把它一铺在什么位置呢？铺在不被人们常走的这种路段。石子路呢，鹅子都是这种鹅卵石，它还可以与瓦条啊、砖一起混合搭配。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画样呢，是四方尖十字式。那在方条的这个位置铺的就是砖，而空白的位置，大面积空白的位置是铺的鹅卵石。第二种地呢，叫做乱石路。乱石路呢，是用一种小碎石拼砌出像石榴子一样的图案。石榴子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石榴。我们想一想，把石榴皮打开之后，里面的红红的石榴子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示意图上的很像呢？这样的图呢，这样的路呢，感觉很散，但是呢，看着很乱，但是看得不散，而且呢，很雅致。这种碎石呢，不仅可以自己单成一个铺地的材质，还可以与这个卵石相组合进行铺设。第三种路面呢，叫做冰裂地。冰裂地呢，是用这种青色的石板，把它打磨光滑了啊，平滑了之后进行铺设。因为是把一块是完整的石板给它打碎了，所以呢，它的大小形状呢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给它拼砌之后的它的缝隙呢也是不规则的。这种纹样呢，就如同大自然里面的冰裂啊，所以有一种颇有自然的这种妙趣。第四种地呢，叫做朱砖地。朱砖地呢，是使用砖来进行铺设的。它可以用在室内，也可以用在室外。当用在室内的时候呢，它就把这个砖呀打磨平滑，然后进行平铺。用在室外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砖啊打磨平完之后立起来铺，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了仄砌，铺成像我们这个图样中的这种人字纹或者是檄纹。檄纹长什么样啊？就是咱们家里凉席的那样的纹路，就叫檄纹。那么在清朝成立之后呢，它沿用了明朝的宫殿。那清代呢，对于皇家园林的艺术呈现呢，
融入了江南的一些私家园林的造园手法，而且呢，在原野的基础上呢，也更加运用了多种的表现形式啊，增加了皇家园林的艺术性和趣味性。那么，紫禁城中的狮子路都在哪里呢？当然了，在花园当中。紫禁城现在有现存四座花园，分别是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和御花园。这四座花园呢，都分别建于明清两代不同的时期，所以对于地面的这个石子路的铺设的样式跟图案呢，也多有不同。我们现在来逐一的了解一下。首先，我们了解的这个花园呢，叫做宁寿宫花园，也叫做乾隆花园。宁寿宫花园呢，位于宁寿全宫之内。它呢，这个整个宁寿全宫呢，是原为乾隆皇帝为他以后当太上皇归政，始建于清乾隆36年到41年。那乾隆花园呢，它地面的铺设呢，也是最接近于古代的园林这种地面的铺设。我们可以看，通过图片可以看到，在这个道路的两旁的使用的是石子路。我们看一些细节图，因为都是全卵石这种铺设的，所以呢，它运用了卵石的特点。什么特点呀？它的颜色很丰富，它用不同颜色的石子呢，拼出这种花卉的图案，还可以拼出根据它的形状不同，可以拼出一些几何的图案。我们看看花朵在哪儿呢？对，就在中间红框的位置。黄色框出的位置呢，就是用一些长形的长条形状的鹅卵石拼出一些几何图案。接下来这个花园呢，叫做慈宁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呢，是慈宁宫的配套花园，是明清时期呢在这里居住的太皇太后、皇太后游园礼佛的地方，始建于明朝嘉靖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的慈宁宫花园的样子呢，是在乾隆34年之后改建的。那我们通过图片，慈宁宫花园它的地面铺设的样子，是不是跟前面我们刚才看的乾隆花园的不太一样啊？它是呈这种带状的，这种路面呢叫做甬路，它中间呢一趟呢是用来铺砖，两边的这趟呢是用来铺石子。但是它虽然说两个花园的路面长得不一样，但是呢，对于这两条石子路的铺设的方法呢，都是一样的，这种全卵石的铺砌。我们看这个细节图可以看出来，它也是运用了石子的颜色的不同，拼砌出各种花朵的形状，还有一些简单的几何形状，像这种三角形或者是菱形这种。下面这个花园呢，叫做建福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呢，始建于乾隆5年，是供皇帝在此呢休闲于游园、收藏珍宝的地方。但是建福宫花园呢，在1923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呢，是之后进行复建的。那我们看地面铺设的这个路面的样子呢，是跟前面我们看到的慈宁宫花园呢是相仿的，也是一致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地方呢是火后重建的，所以呢，在这个乾隆皇帝之后呢，这个地方呢一直是作为一个收藏宝物的地方，并没有进行那个改动，然后也没有之前也没有打开过，所以对于这个花园内的主体的这些建筑都是没有动过的。所以火后虽然很多建筑都被烧毁了，但是对于地面的这种花样的留存呢，还是保留的很好的，保留了当时乾隆时期的一个样子。那我们打开细节图看一下，刚才我们看了路面的形式呢，跟前面那个花园呢是一样的，也是铺的这种甬路的样子。但是呢，在于这个石子路铺设的这两条路当中呢，出现了鹅卵石以外，那是什么呀？对，这种边条的这种瓦条用来给这个图案进行勾勒这个边框轮廓，使这个图案呢更加富有这个立体感，更生动一些。
运用了多种的材质，所以呢，图案的这个内容呢也逐渐的那个丰富起来了。不仅有这种花卉图案，还有一些动物图案和暗八仙的一种吉祥纹样。第四个花园呢叫做御花园。御花园呢是紫禁城里面第一座花园，它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啊，18年。那这个地方呢是供当时帝后呢游园赏景的地方。那我们看御花园的路面啊，它也是这种甬路铺设的。那御花园呢，它还这个路面呢，它融合了多种的材质，不仅呢使用了这个瓦条啊，这个还有石子，它还用了砖啊，还有一些碎石。那么这些材质呢啊，不拼砌出来了更多丰富啊有趣的这种图案。那不仅如此，它还在这个画幅的边框用瓦条或者是砖啊做成一个画框，形成一幅幅的石子画。这个也是四座花园当中最别具的一个地方。那么因为御花园里面的石子路呢是很精致的，很独特的，我们今天呢就来仔细的了解一下御花园。那么御花园在最早的时候呢并不叫这个名字，它叫做宫后院。这个名字呢是由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而得来的。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中宫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的后面得了这个名字，后来呢才改名为御花园。那这个御花园呢，它是一个非闭合式的花园。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坤宁宫与御花园相连接的建筑叫什么？叫游艺斋围廊啊，它是一个走廊，连接御花园与坤宁宫的门呢，叫做广运门。西安殿以北呢，叫做坤宁门。在嘉靖14年的时候呢，对于御花园呢进行了改建。我们可以看，把游艺斋围廊拆除掉了，那把原来的广运门呢改名为坤宁门。那原来坤宁门的位置呢就叫做顺贞门，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闭合式的园林。现在我们看的这张图呢是御花园的平面图，以西安殿为中心，周边呢现有的建筑呢有20余座。那么石子路在哪儿呢？石子路就在其中。那么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御花园的石子路是什么时候铺设的呢？接老照片的资料发现了一些线索。我们看左侧是一张1901年小川一真在御花园拍摄的照片，右侧这张图呢是我们现在拍摄的御花园的照片。我们看同样的一个位置，老照片当中画框的位置里面铺设的是砖地，而现在的御花园当中的石子路呢，那地面呢是石子路。我们再看下一张，我们看景亭边上的这条路，跟现在御花园景亭边上这条路，路面铺设的也是不是一样的材质。老照片当中铺设的是砖，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石子路。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些老照片。左侧的这张照片呢是婉容文秀等人在御花园前拍摄的，那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堆秀山的前面。我们看现在与现在的这张堆秀山图对比，我们看到两个石路面的形式呢是一样的，都是石子路。那么婉容是什么时候来到宫廷的呢？她呢是在1922年的时候与溥仪大婚才住进了之后呢，大婚之后住进了这个内廷区域。1923年的时候呢，陆中林呢将溥仪逐出皇宫。那通过这一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推测出石子路铺设的时间应该是在1901年以后。那是什么时期呢？就是清晚期光绪宣统时期。那么石子路都是哪些制作材料制作完成的呢？首先有黄土，还有细磨的瓦条、方砖、精挑细选的各色的鹅卵石，还有呢用石灰、白面、桐油搅拌一起的油灰。那么石子路嘛，石子路的这个用大面积铺设的还是用的石子。那对于石子的用量有多大呢？
我们通过文献呢就可以一看究竟。我们在圆明园、万寿山、内廷三处会同瓦作现行则例中呢就找到了一些记载。咱们可以看到画红线的位置，慢石子折建方丈，每丈用石子2240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区域呀要铺满石子，就是全是用石子铺。多大的地方呢？折建方丈呢就是一丈见方的地方。一丈是有多大？一丈呢是有现在的 3.33 米，那一丈见方呢就大概有11平米大的一片地面，要用石子，当时呢要用2240斤的石子进行铺砌。那我们可见当时用石子用量呢是很大的。那石子路的传统的制作步骤都有哪些呢？它分为五步。首先呢，根基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回想一下刚才我们了解的这些制作材料，有黄土，它将这种细筛净的黄土进行打底，给地面进行打底，也叫做奠基。之后呢，用瓦条细磨的瓦条，根据图样的指示呢，在这个黄土上拼出这个图案的轮廓。之后在空白的位置呢铺油灰，然后再在油灰的上面呢镶嵌大小各一、颜色各异的鹅卵石。最后用木板，然后呢将其铺平晾干，做工呢是十分考究的。那石子路的形式呢有哪些呢？它根据它的做法的不同呢，大体呢分为四类：全卵石、砖雕嵌卵石、瓦条鱼卵石、方砖鱼卵石。我们来逐渐的了解一下。首先呢是全卵石。全卵石呢很好理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就是全部用鹅卵石铺砌的。那他们用自己的颜色的不同呢，然后呢拼出这个图案的轮廓。我们看到这个图案里面呢，绿色的用绿色的鹅卵石拼的是什么图案啊？是西瓜。那旁边的这个用橘黄色拼的是什么呀？是南瓜。所以是用它的颜色的不同，又也很写实也很写意。那第二种呢是砖雕卵石嵌花的这种工艺。我们看到图面有大鸡和小鸡，还有一些植物，这些呢都是砖雕的。然后其他的空白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嵌的是鹅卵石。那么这个组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是将每个鸡的形状洞的那个形状雕好了之后然后拼合进去的吗？并不是。我们看这张示意图，它呢是将一整块砖进行平雕雕刻出这些图案之后，在下面空白的位置、空缺的位置填入这个油灰，然后嵌入这种颜色不同的这种鹅卵石，这样完成的。之后这种工艺呢叫做瓦条鱼卵石。那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们看这个葫芦和叶子还有的这些藤蔓这些都是用瓦条来拼成的。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瓦条，因为瓦条呢它烧制都是有弧度的，所以呢需要给它细致打磨，然后呢拼出这个图案的这个样子，勾了这个轮廓之后呢，在空白的这个位置呢再填入油灰，嵌入石子。第四种呢叫做方砖鱼卵石。我们看到方砖在哪儿啊？方砖就是这个三角的位置方砖这样的组合呢是用方砖和卵石拼砌出来各种精美的图案，大多以呢是这种几何图案为主的。那么下面呢就到了我们趣味互动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直播间的评论区进行参与。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这幅石子画的形式是什么呢？是雕砖卵石嵌花呢，还是瓦条鱼卵石呢？我们不用发文字，我们打一或者打二就可以。我
看到好多观众们都统一的刷屏，都在一在刷屏，都很多都答对了，像周丽萍啊、镜花缘等都答对了。我们再看一看啊，还有观众燕飞、张弛、婷婷啊，哇，大家都听得好认真呐、啊。嗯，都答对了，很好，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我们的答案呢，就是砖雕卵石嵌花的工艺。这些喜鹊呀、梅花树啊，都是用砖平雕出来的。嗯，紫禁城的这个石子路面呢，它的图案很丰富啊，石子画的图。这个数量呢也多达千余幅。那根据它的图案题材内容呢，我们分为五大类啊：人物图案、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器物图案和文字图案。那我们现在来首先了解一下人物图案。御花园中对于人物题材的使用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呢，在南方的园林里面呢，并没有出现，这也是皇家园林呢所特有的。那在明清时期呢，戏曲的盛行对于这个石子路的人物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很多的人物形象呢都是来源于这个戏曲的角色。那我们看这幅人物题材的这个石子画，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人，它有多少人？多少人呢？有10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它是分左右两部分啊，感觉左边的这个五个人呢啊站得很直，像士兵一样。右边的这五个人呢啊分为这个在建筑上、啊、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有3个，下面有2个。那我们通过这张小图进行对比着看。我们看这张小图啊，像里面的这个布局跟石子路面的布局呢是很相像的。我们看这个建筑啊是一个城墙，在这个城墙上面呢有一个人在坐着抚琴。那这个人是谁呢？我们通过这个小图上面的标注呢，可以看到这个人叫做孔宁，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诸葛亮。那在城墙也有两个老者，那跟咱们石子路这个上面的两个人拿着扫把在扫地的呢，感觉也很相仿。我们再看这个小图的门前面站着一个白胡子的人，这样站着，感觉说在说门里面的事儿。那这个人是谁呀？叫做司马懿。那与这个咱们看石子画里面这个人物呢，这个长胡子这个人，感觉这个手也在指着门那个样子呢，很像。那好，可能看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出他的名字了。这幅画的名字呢，叫做《空城计》啊。我们通过这个小图也可以看到，也有名字，在右下角写的是《空城计》。这幅小图呢，是清宫的戏曲画册。那《空城计》呢，讲述的是《三国演义》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桥段啊，街亭失守的这么一个事情。街亭失守了啊，司马懿呢率25万大军呢啊，要直逼这个西城。当时呢，诸葛亮呢在城中呢只有2500名这种士兵，无力御敌。那他心生一计，什么计？将这个患年老的士兵啊在门口扫地，然后大开城门，自己呢在城墙上呢弹琴。这么一片场面呢，让司马懿来了之后呢觉得里面呢有埋伏，就撤兵了。这个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桥段。那么至于这个选材运用到石子路当中，那也极大的体现出来清宫的对于戏曲的这种热爱。那热爱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再看这幅图，这个呢是清宫藏的一张民国时期百代公司出品的黑胶唱片，里面收录了是讷少仙演唱的《空城计》。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戏曲表演都是靠人来表演的，但当时在有留声机这样的新鲜事物流入中国的我国的时候呢进入清廷皇帝呢溥仪呢大量的去购买这样的唱片，可以呢随时呢来欣赏这样的曲目，也是体现出来清廷呢对于这种戏曲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看的题材呢叫做
我们看这幅画里面有什么动物呢？我们看这个画的下面有一只猫，还有什么动物呢？我们仔细的看一看猫的上方啊，感觉空中还飞着一些动物。对，是蝴蝶。那么猫和蝴蝶有什么寓意呢？猫同帽，跟帽字呢是近音，蝴蝶的蝶呢与蝶是同音。耄耋一词呢，指的就是啊上了年纪、年岁比较大的老人。那么在这幅图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老人的这种形象，所以呢，耄耋呢用通过谐音的这种表现手法呢，寓意着这种吉祥长寿。所以我们要在看到啊有猫有蝴蝶的这种啊图案的时候，这个图呢就叫做耄耋图。这幅图，这是植物图案题材的。我们仔细的看一看石子画当中的这个植物，通过这个叶子可以辨认出来这是什么植物吗？这是水仙花。我们比对一张比对一件这个清宫旧藏的这个水仙的盆景，可以看出是不是与咱们现实中的水仙很像啊，很极其的逼真。那么我们猜一猜这个水仙的盆景是什么材质制作的呢？它是染牙工艺的。哪块是用象牙制作的呢？水仙的叶子、花瓣、花蕾啊，这一块区域啊，都是用象牙染色进行雕刻的，可见呢，工艺呢是很精湛的。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题材呢是器物题材，器物题材呢多以这种过去的礼器呀、乐器呀，或者这种补骨架呢表达这种吉祥的寓意。那我们看到的这幅狮子画，犹如就是一个咱们书房当中的博古架。那博古二字呢，源自于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书中呢记录了收录了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到唐代这个收藏的这种青铜器。那到了明清时期的时候呢，对于仿古的推崇，将这个仿古的这个博古的纹样呢，不仅限于是这种青铜器啊，或者是一些瓷器，它也加了一些笔筒啊、书画卷呀、书籍等等的一些文房用品。那我们看这件器物，这个呢是清代的紫檀边百宝嵌博古纹饰的挂瓶。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除了有这种鼎式的香炉，有花瓶，有玉璧，还有这种笔筒、毛笔、钟表、如意这种博古的纹样，所以呢扩宽了这个博古纹样的这种题材。那我们再回到这幅石子画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博古架上也陈设着很多的器物，有瓶子有这个香炉。那我们看这件香炉，这件香炉上面呢还有一缕白烟犹如一幅生动的体现出来呀，使用者是一位博古通今的高雅之士。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题材呢叫做文字题材，那我们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图画里面文字在哪儿呢？那我给大家一个范围，在两个圆形的中间有一个字，可以辨认出来它是什么字吗？我们看一看，有人能猜到它是什么字吗？大字。不太对，还有别人说什么字吗？对，有观众说了米观众米说的是福字繁星福字，郭淼福字观众们都很有眼力眼力很好，中间是一个福字。那么在福字的两边的圆形里面各有四个字，大家能看出是什么字吗？可能会有一些难度，我给大家用勾线图勾出来了。
刻的是福寿延年，天下太平，啊，这些美好的文字呢，也是代表了这个皇帝呢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也安于了这种国家昌盛、长久不衰的这种美好的寓意。那么下面呢，又到了我们趣味问答的时间了。啊，欢迎大家呢，啊，跟上一个问题一样，在直播间里面的评论区可以互动起来。那我们看看这幅狮子画表达的是什么吉祥寓意呢？是连年有余呢，还是如鱼得水呢？我们也是打数字，觉得我们运用刚才对于狮子鹿的这种欣赏的方式，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在狮子画里面出现的这些元素都有什么呢？有一朵花，这个花是什么花呢？还有一条鱼，这个鱼是什么鱼呢？对，好，很多朋友们都答出来了啊，镜花缘啊，都扣的是一啊，一已经刷屏了，我都看不过来了。还有观众豆豆沙啊，都答对了啊，咱们听的都很认真，而且呢，眼力都很好。啊，木碗、文瓶，啊，万事如意，坚果果，还有坚果儿，啊，很多观众都答对了。啊，旭日同辉，啊，观众们都好厉害，眼力都很好，我们都答对了，是连年有余，啊，是我们图画的这种吉祥的寓意。那么在狮子画当中呢，不仅在狮子画当中呢，不仅仅有这种传统的这种祝寿的文传统的这种吉祥纹样，也出现了当时呢一些新鲜的事物。那我们看这幅图呈现的是什么图案呢？感觉是有一个人啊在两个轮子上，这是一幅什么图啊？这是一个人在骑着自行车。那什么时候有的自行车呢？在1922年，溥仪跟于婉容大婚的时候，他的堂兄溥嘉呢就送给他了一辆自行车作为贺礼。之后呢，溥仪很快就学会了。学会之后呢，他还命内务府呢，购买了当时市面上的很多国家品牌的自行车。有这样，这辆车是英国三枪牌的，也是我们院藏的唯一一辆溥仪当年骑过的自行车。还有德国的蓝牌啊，法国的燕牌。啊，等等，当时供溥仪骑的自行车呢，就有20。当时他们骑车的状态，这个是我们院藏的一张老照片，是婉容骑自行车的样子。那在大家都来过故宫，对于故宫的建筑特点呢都很了解。故宫里面的门门槛槛是比较多的，那对于在这种环境下骑自行车呢，溥仪呢就会觉得很不方便。那他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觉得碍事儿的这种门槛呢都给他锯掉。那锯掉了之后，那门槛怎么处理呢？是给他扔了吗？那多可惜，多浪费呀。工匠们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将这个门槛的两端呢与这个门的两端做成了这种榫卯的样子。那当溥仪要骑车啊使用这个路面的时候呢，就将把这个门槛呢取下来放一边，然后呢他不骑了，就把这个门槛啊插回来，这样呢又既环保，还便于咱们这个溥仪呢骑自行车。接下来我们看这幅图，是一组货运铁路运输图。这幅图呢，这幅狮子画呢是很长的，它记录了这个火车完整这个进站的过程。因为它很长，所以呢我们就节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画面给大家看。我们先看第一幅图，这个第一幅图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车头，有车厢。通过这个车厢的可以辨认出来，它不是一个客运列车，是货运列车。咱们再看这个第二幅图，我们看到铁轨啊，在铁轨的旁边呢有两个建筑，有一个小房子，还有一个类似一个塔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第三幅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铺石子路啊是很有设计的，很有参考的，所以它不是完全的就是一条直的铁路铺在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的铁路就铺设在了一架桥上，可以看到在桥下面还有桥洞，也是很生动的。第四幅图呢，我们可以看两层的西洋式的现代的建筑，旁边呢还有一道大门，犹如我们现在的火车站的大门和这个候车大厅一样。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幅图。我们刚才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铁路边上这两个建筑是干嘛用的呢？我们比对了一张老照片，也就是1908年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内的照片，我们发现了一样的场景。我们看画框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跟我们石子画里面的这个建筑是一样的。我们点大了看一下，火车站里面这个建筑啊叫做班道房。那什么是班道房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装置，这个装置啊叫做班道，干嘛用的呢？搬道，搬道嘛，将这个轨道搬来搬去，要给它搬走啊。当火车要是去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就要调整这个轨道的方向啊。这个搬道房呢，就是为这个搬道啊调整的这个工作人员休息值班的地方，所以叫做搬道房。一般呢都是在铁路两侧。那旁边的那个水塔装置呢？它呢是用来给机车水箱补水用的。我们了解这个最早的这个火车的这个机车呀，它都是蒸汽式的，它需要用大量的水加热之后产生蒸汽动力，然后才能把这个车呢给它行驶起来。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些老的火车站里面呢都会有这种水塔的这种装置。好，那我们再看这幅图啊，也是刚才我们看的图面的第一幅图，货运的列车，对不对？那它这幅图呢，我们现在有学者呢对它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发现啊，在这个建筑，我们看火车头前面有一个建筑，建筑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呢，通过老照片的对比呢，发现了上面呢有六个字，哪六个字呢？京什么铁路公司。那这一点呢是重大的一个发现，就可以知道这条铁路的运输图是杜撰出来的，还是跟当时有现实题材进行铺设的。那查阅资料呢显示出，在清末时期的时候已经有三条京字开头的铁路了，分别是1905年始建的京张铁路，1906年全线贯通的京汉铁路，还有1907年关内外全线通车的京凤铁路。这三条铁路呢都是在1902年到1908年全线贯通的。那用这个台呢选入石子画的图案当中，与它的这个营建的石子路营建时间呢是十分契合的。那么学者呢通过这个历史背景和这个内容的综合考虑呢推断出，现在我们看到御花园内的石子路铺设的这种整体的布局和样式呢为清晚期光绪宣统时期的遗存，那么历经了历次的这个修缮保留至今。这也与我们课程开始我们看的一些老照片的线索呢得到了相互的呼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短片，然后带大家一起去故宫实地探索一下紫禁城的石子路。大家好，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故宫的御花园，这里的石子路是故宫现存的花园中铺设样式最多、图案题材最为丰富的一个花园。御花园在明代称恭候院，后改称御花园，嘉靖万历年间曾历经改建，形成了如今的格局。能使用药栏对其中的主体建筑进行区域划分。
晚清铺设的石子路便与御花园的药栏分区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几张御花园的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期，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药栏将御花园整体空间分割为多个小部分。而这张1955年2月绘制的工程实测图中标明的是御花园内七安殿西侧小院的拆除情况，上面也记明了拆除前药栏的位置。图中显示，当时的药栏是以七安殿为中心，将两侧主体建筑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建筑有养性斋、千秋亭、承瑞亭，东侧建筑是降雪轩、万春亭、辅壁亭，一共为六个半封闭的独立区域。虽然现在在御花园内我们已经看不到药栏，但各个区域的石子路仍保留着当年分区的痕迹。不同区域的石子路所呈现出的图案题材及铺设样式往往各有特点，如果我们掌握了规律，甚至可以从石子路的图案题材倒推其对应区域的建筑功能呢。这条石子路上出现了好多动物的图案呀，有鱼、螃蟹，这边有虾，前面呢还有乌龟。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们都是一些水生动物？为什么要在这里铺设这些水生动物呢？我们还能在这里看到阴阳板、扇子、葫芦，这些器物跟动物又有什么联系呢？这个区域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这道门叫做天一门，天一门与周围的红墙是明代嘉靖皇帝所增建的，令围墙内的七安殿自成格局。七安殿是御花园中最主要的建筑，也是中轴线上唯一一座宗教建筑。殿内供奉的是道教中的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是道教所尊奉的北方之神。北方方位神又是水神，雨水为万物所需，而且水能灭火，在此供奉真武大帝也体现了明清紫禁城的防火愿望。明清两代七安殿事务均由专门的太监道士管理，每到年节就会在此设立道场祈福消灾。清代每到元旦，天一门内还会设坛，皇帝会亲自拈香行礼为百姓祈福。七安殿供奉的真武大帝是水神，于是殿前的旗杆加石上还雕刻了很多与水相关的元素，如虾、蟹、鱼、龟，还有海水纹。回到今天的重点，也就是石子路，我们之前看到的有水生动物图案的石子路就位于七安殿外的西南侧，而石子路上出现的阴阳板、扇子、葫芦等图案，它们都属于道教中八仙的法器，俗称暗八仙，这正与七安殿道教建筑定位相匹配。虽然我们知道宗教崇拜并没有实际的防火作用，不过七安殿确实是中轴线上明清两代唯一一处没有因火而被毁掉的建筑，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的巧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石子路上出现了鼎式香炉、壶、罐、花瓶等图案，它们都属于祭祀用品。那么旁边的这座建筑是否也曾供奉神明呢？这座建筑叫四神祠，里面曾供奉着四方之神，也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根据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方位也对应着色彩，东为绿，西为白，北为黑，南为红。因此在这一部分石子路里，不仅表现了香炉等祭祀物品的图案，还选用了四方色彩，以绿、红、白、黑四种颜色为主的石子进行铺设。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代表道教文化的暗八仙，代表岁月更迭的十二生肖，以及渔樵耕读、游园赏景等人物图案，呈现出皇帝对道教四方星宿礼拜祭祀、祈求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走进养性斋，石子路上则出现了大量的博古图案，
途中，一个个博古架上摆放了各式各样的器物，有鼎、尊、瓶、壶、爵等等。博古图源自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书中注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到唐代的青铜器物。明清时期，随着文人雅士和鉴藏爱好者对仿古的推崇，博古纹样开始出现包括青铜器在内的画卷、书籍、毛笔、笔筒等多种文房用品。养心斋在乾隆时期被作为书房使用，嘉庆道光皇帝也曾在此吟诗作词，小朝廷溥仪还在此和他的外国老师庄士敦学习英文。这里可谓是清代皇帝的书香雅室，与建筑外的博古题材的石子路面相互呼应，寓意着皇帝是为博古通今，崇尚儒雅之士。这里是承瑞亭，在御花园中，与之对应的东侧还有一座建筑，叫做福壁亭。紫禁城中的建筑在规划建造时，往往会采用对称的设计，御花园中的铺地也基本能遵循对称原则。然而，福壁亭前铺设的是石子路，承瑞亭前我们看到这里铺设的却是砖地，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承瑞亭。承瑞亭与福壁亭共同修建于明万历十一年，亭前的爆煞则增建于雍正年间。为什么要增建爆煞呢？据记载，雍正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内务府总管海望和道士娄敬元的陪同下，雍正皇帝亲自来到御花园查看建造斗坛的地点。雍正谕曰：“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这里说的方亭就是承瑞亭。在这之后，宫中便开始对承瑞亭进行设计改造，并于雍正十年在亭的前沿增添爆煞。那么斗坛是什么呢？斗坛是道教的圣坛，是道士礼神的场所。斗坛中供奉的是斗母，斗母又称斗母元君，是道教崇拜的女神。道教认为斗母是北斗众星之母，主人的魂魄和七窍，可为人延年益寿。在宫中，此类的活动常与雍正皇帝患病有关。雍正皇帝信奉道教，喜食丹药，由于丹药中含有铅，常年大量服用会导致铅中毒，这对神经系统的损害非常大，出现幻觉。在雍正九年的起居注册中就有一条相关的记载，文中说的是在雍正七年时，雍正皇帝开始发病，当时宫中急需高明的大夫，道士贾石芳被推荐进宫为皇帝治病，但因他在治疗期间使用了蛊毒掩昧的行为，假借祝由术为皇帝治病而被处斩。后来大光明殿的宫廷执纪法官娄敬元设置斗坛，请神灵为皇帝驱邪，竟然暂时缓解了皇帝的症状。为此，雍正皇帝还赐给他了四品的官职。当时的斗坛长什么样子，现在仍需考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张民国时期拍摄的承瑞亭老照片，一窥过往承瑞亭内的祭祀场景。照片中陈设有一扇木质屏风，屏风前是一张供桌，供桌上还有神像等等。在御花园斗坛位于斋陈设档中所记载的陈设，与承瑞亭斗坛内的陈设相一致。祥云七珠辇，内供香胎斗母一尊，紫檀木大龛一座，内供画像斗母一尊，可以再次证明承瑞亭曾做斗坛使用的过往。那时的承瑞亭建筑，其左、右、后三面及爆煞前沿安装了门窗，爆煞两侧三面还安装了板墙。工匠在设计这一区域的铺地时，也应考虑了这里是作为法坛道场使用，用砖铺地相较石子铺地更加坚实耐用，与周边的石子路面在材质上形成反差，自成一体，
这也是整个御花园铺地中唯一一处不对称的地方，但其周围区域狮子渡面的题材内容仍多以道教代表的暗八仙图案进行衬托。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御花园可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它不仅是一个可供宫廷游园休息之所，还是一个常常举行宗教活动的地方。在御花园中，近千余幅狮子渡面图案铺设精美，颇具情趣，题材内容与周边建筑环境相互呼应，它们也是这座美丽的皇家花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下次您再来故宫参观时，请您不妨低下头去欣赏和感受一番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独特意境吧。好，感谢大家对于视频的观看。刚才呢，我看这个有观众很好奇说，火车题材的狮子路铺设的位置在哪儿啊？想来过来看一看。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火车题材的铺设的位置呢，是在西安店的西南侧啊，也是在这个景观石的旁边，然后呢，走到西安店的这个位置偏西侧，大家就能看到了。今天呢，古代的园林铺地的发展史，以及紫禁城中的狮子路的制作工艺，以及它的文化内涵，有了一定的了解。狮子路的样式多样啊，图案丰富，不仅呢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视觉享受，它还是文物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狮子路面呢，会有一些缺失或者是脱落，那么在我们日常的参观和维护当中呢，都要尽可能的去保护它，保护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呢对于知识课堂的关注。